李光剧团上新的舞台剧《阿盖》是咧讲一位菜鸟警察阿上菜来路顶故事，预计伫5月17号咧演出。透过全新电影感的舞台视角，打造出台铁那些城乡风光，希望带领着观光客重返60年代台铁怀旧风情。规定就规定，你跟他闭嘴，赶快吃。改编自文学大师段彩华经典小说《阿盖》，是咧讲台铁平快车顶面，菜鸟警察要从老菜仔为高雄一路阿盖到台北的路程故事。担任舞台剧编剧知名导演吴念真，保留原作戏剧风格，以趣味方式来演出，是台人物的悲伤和欢喜心情。对我来讲，台铁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土地，台铁最重要的资产是历史，因为它所有都。但所有的过程都跟我们的生活有关，那我们希望这一次就可以透过在过往的1950-60年代的车厢里面发生的这样一个喜剧来跟大家结缘。李光剧团上新舞台剧《阿盖》特别邀请到戏剧天王唐崇盛，还有金钟男神黄帝杨共同演出。透过全新打造的电影感、舞台视角，将60年代代替那是车厢顶面，有服务生为旅客放茶，还有巴肚枵食代替便当等等减本。代替董事长亲自客串担任验票人员，每一幕拢唤起台湾中心的共同代替美好回忆。全程大概有85%的。剧情是在火车上发生的，那火车上大家知道大部分的时间又都是在移动，对，我们演员该晃的时候要晃，还有那个火车后外窗外的风景我们也要呈现，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这个剧场艺术呈现的一种意象。那当然另外对我个人角色而言，就是我觉得很难得演到这么丰富的角色，这是一个非常喜感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出，那我也非常期待，欢迎大家哈利用我们台铁的列车啊，然后可以到中部啊，到南部，顺便推展铁道旅游。李光剧团舞台剧《阿盖》有定伫5月17号起，伫北中南戏院来登场，也甲民众做伙为南到北一路重温，代替每一站的故事回忆。记者刘德瑜台北报道。